channel. Today I want to do a slow get ready with me, and after that maybe we'll be going to Hsinchu to the art store, and maybe we can go to shopping mall because today I have a free day. I don't seriously know what to do, but the weather is really bad. It's raining. There's supposed to be typhoon, but I think it just went around Taiwan, so it's just raining. There isn't much going on. First, using this one. Guys, I have a little surprise actually for you. In 2 months, I'm going abroad again, but I won't reveal where I'm going yet. You can guess. Today is Wednesday. I have a day off. I'm doing part-time tutoring. 我想一想要不要拍这部影片，用中文来拍。接下来 I'm gonna use this Primera cream. 放在我的脸上。为什么我会说中文呢？因为我来台湾学中文，我先来高雄学中文，在台湾找。我学了两年，然后两年后我觉得我的中文还是不够好，所以我决定了去台湾师范大学念中文系。那今天我要做什么？其实今天天气很差，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可以去艺术店买一些 canvas 布。嗯，我是学了艺术的老师，所以我教他们很多的东西，比方说我们上个星期画了 Uniqlo 的包包，最后我放了这个 Round Up 防晒乳，我觉得很好用，在台湾的天气很适合我觉得皮肤干燥的人会很喜欢，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它不会油，是很保湿。好，那化妆的部分我今天做一个简单的化妆，所以我先用 Clio 的 Mesh Glow Cushion。 我这次去韩国的时候我买了两个粉底，我买了一个 Hints 保湿的 Cushion， 然后我买了这个 Clio 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因为它可以在你的脸上持续比较久一点，特别是在台湾的天气可以持续真的很久，也不会卡卡的。另外一个是 Hints， 它的脸色是很漂亮，因为他们有17号是我的颜色。 Clio 我用2号，这个是有一点太粉了，但是我还是用，我觉得蛮好用的，真的很推荐。哒哒，是不是很漂亮？这个不是我，滚子，我回来了。这是我的化妆，今天的化妆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很蛮漂亮。就是我最近日常化妆是这样子，我放hair lip gloss， 然后我画了一些 freckles， 我的眼影盘就是 frizzy， 想要不要改其他的衣服，因为天气越来越糟糕。为了你们，我还是出门。我不在啊，等我一下，我换一个衣服吧，我看看。我换了一下一个衣服，换了一个 trench coat， 因为天气就是一直下雨，所以这个是 waterproof trench coat， 我在 net 买了，我觉得蛮好看的。看看你要不要 call 一个 Uber 去，然后回去就是搭火车，因为我住在新竹，这里只有火车没有捷运，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只能搭火车去看看吧。I just arrived Big City and I'm looking for Benefit eyebrow pencil. I don't know if they have Benefit here, but let's check. The weather is crazy,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This shopping mall is really nice. Haven't been in one for ages. Hey, so 帮我拿一个茶。
那个店很漂亮。那我买了一个身体露跟一个 shower gel。 拜拜，这里大家都很好，真的。在波兰可能没有那么热情，然后没有人可能会帮助你。我本来想要买那个 eyebrow pencil， 但是这里没有 benefit， 所以我需要放弃。我现在要去逛一下其他的店，看看这里新竹有什么好看的店。 刚刚在三三买了东西，现在看另外一件叫做 Lady World， 这好像是台湾品牌，他们有一些好看的衣服。Hello， 我回来喽，我去 H&M， 但是没什么东西，我买了一个背心，一个简单的背心。然后我要去Uniqlo看，好像是地下吧，我不知道这里怎么走。其实这个百货公司，我觉得是台湾。 其中一个最好的百货公司，但是有一点大。他们的 Uniqlo 跟 GU 很大，很好逛，但。 我的芒果酱，其实我很喜欢台湾的芒果，很好吃，所以6月来的时候，我每次都买芒果绿茶还是芒果冰沙，而且我在家里有很多，已经买了很多芒果，在波兰的芒果非常不好吃。这个，马祖新村，马祖 Village。 百货公司人很多，虽然是星期三，但是还是人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赶快要回家了，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今天买来的东西。
大家好，我回来了，然后我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买什么东西，因为明天就是6月是我的生日，我决定了我想买一个礼物给自己。我把它打开哦，试试看。真的很好闻哦。然后我买了一个 Line Friends 的玩具，我很喜欢 Line Friends。Dinosaur， 好可爱哟、哦！天哪！在三三，我买了一个洋装，它是背心洋装，非常非常一般的这样子。它是蛮 oversize， 然后我觉得版型很挺，很好看，而且价钱980，很便宜，所以我看到了吓死我，我想买，真的很适合夏天，我会穿它，然后会可能就是搭配这样的包包，然后一个衬衫 ，maybe like 透明的衬衫，但我还买了一件。非常可爱的裙子，今天很流行，就是这种Hawaii裙子。我其实非常想买白色，但是没找到我喜欢的材质。但是这个材质不知道怎么好。这件它好像是800块。我去了H&M，然后看到了一个就是简单的背心。最后我在 GU 买了衬衫洋装，但是这样子，这件790吧，我觉得很好看。它有搭配一个这个内搭。所以这是我今天买了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芒果绿茶，台湾芒果绿茶，它里面有芒果，very nice。谢谢大家看我的影片 ，please subscribe， 然后 press like button， and I will see you in future video。我们下一次见哦，拜拜。